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恩俊。我在音乐剧《我在时间尽头等你》中饰演林，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去穿越时间拯救自己最爱的人的一个高中生。第一个词是勇气，第二个词是执着，第三个词是专情。其实我觉得艺术是相通的，只是它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。我觉得更多的是会带入很多的剧情、人物的设计、人物的想象，在角色塑造上面会有很多新的启发。新鲜刺激，然后会有一定的挑战性，希望到时候不要让大家。